大家好，我是小贝妈，今天要来介绍一个单车自行车店，叫做绿生活户外休闲馆。这一间在南区国光路2041号，就在50度C 的旁边，咖啡馆的旁边。然后我们家爸比是在卖自行车，但是我们没有单卖，所以呢我们也都会来这家店，然后修理脚踏车啊，采购啊。那老板人非常的好，很好笑啊，装饰一下。然后我脚踏车刚好今天去牵回来，要牵回来，因为我去整理这样子，然后顺便他帮我清好，然后他就说哦，你的脚踏车太单调了，我帮你呢装饰一下，然后竟然呢就帮我贴一个很好笑的贴纸，根本就是在整我吧。那这家脚踏车店呢，就是大家评价就是蛮优惠的这样子啊，如果去可以报我们的名字，看有没有再多一点点沙布艺术的折扣这样子，嘿。推荐给大家。